哎，叔叔，您说实话，您有对大勋想让他这个结婚生孩子的这个期望吗？那当然想，真没想到第四季了。每一季 ，Thank you， 每一季都有这个问题吗？对，都有。第四季了，真的吗？第四季了，你看着慢吧，你。但是有些事儿不是你提出来的，嗯。这缘分，缘分，这个东西可真不好说。咱们就是还是回归主题，就是说你的压力就这一块。你压力大吗？现在你平常这种压力你怎么缓解你的压力的？